杀阿拉萨塔拉比。小丑，要不要去拆个盒啊？住下，拉起。全军出击，因我而存在。这盖伦是不是搁这草丛里边呢？我刚挠眼睛的时候，是不是看见他了？小兵再 A 再 A 斩不灭，出一下 A 接拉起，不灭 A 出一下，小一过来 ，A Q， 再 Q 平 A， 你看就慢慢耗。我们伤害也不足以击杀得了他，但是我耗他血，他很难受。Q 一下，我可以进塔耗他都，这有点装杯了啊！我说实话。对，薛威是有点装杯了，薛威是、啊、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啊，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。但我没放技能，还行，不会像上一把打鳄鱼那么难打，可以接受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有善是如此乏味。Double kill.哎呦我操，哎呀有点烦，你不能死啊兄弟啊，你可不能死啊，妈的这盖楼有血跑得有点快，哎呀还行啊，还可以接受。
妈个蛋！我看你根本没出力。第二下不扛好了，我想扛着让他把他杀了。哎呀，个傻逼杀两次，这简直难受。简直难受。我不玩游戏，我来定规则。剩六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效率是成功的核心关键。他们雇我来发现问题，然后一举扫除。Unstoppable。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太容易看穿了。他们的任务将被终止。没事，慢慢打吧，反正这盖伦吧，他也补不了刀，他跟我。反正他也补不了刀，他也不是说优势多大。你瞅他跟我对线，他连刀他都补不了，他杀我两回也没什么用。没人在乎的余生，真是穷乡僻壤。我知道，无非就是给他600块钱。等待死程序启动。这怎么办啊？他有闪现，走了。反甲，我这波收完以后，有点无敌了。其实，我们八级打到七级，他还出个破反甲，一个攻速还，呀，出错了。刚我连耀光都没有。工具总会属于钱包最后的人，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。也许已经越过了自己的。我来了，他有闪现，我知道。好，好近身儿，兄弟。接下来看你自己的了，你9分钟嘎的 like 了。真能杀呀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是快刀。盖伦出攻受鞋没毛病啊，怎么的了？出攻受鞋，我玩盖伦我也出攻受鞋。耐心不是一种品质，而是唯一的品质。只不过盖伦出啥他也根本就没办法跟我们打，
我就让他杀两回，他都能让我越塔杀了，你说他怎么跟我打？这英雄他就不行。哎呦，那假小丑给我打死了！哎呀，真是令人生气呀，给我背刺了。我有人帮，我有人帮，天，我有人帮。别人有人帮的时候呢？我们死了不说啊，人家有人帮的，我们有人帮的时候呢，哎，就说，行，还不行吗？都是行。别人有人帮给我杀了，哎，就是我菜。我们有人帮，我们给别人杀了，就是我们有人帮。我被单杀了，对呀，我被单杀了，被单杀咋的了？被单杀我也没崩啊。我被单杀了，我还能越塔杀他，这不是表明我更厉害吗？咋的了？为什么被单杀？因为我失误了呀，我不能有失误啊。我也累了，别跟我对话了，真的，我说一句你说一句，疯了得了，拉倒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啊？我看一下啊，我会回来的。飞得最远的飞机，你搜一下。谈判破裂的时候，我就有工作了。
下轮这俩好像挺厉害呀 ，P-0。不太敢带了呀，对面人都哪去了？不见了。哎，我这波很有可能会死啊！算了，他俩如果从下边来，我就往上走。那地图上怎么人都没了？嗯，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谁呀？谁？小丑。小丑竟在我身边。挂了，我杀了！我的天哪！我们家野区出了一二三四五个人，兄弟们，我们家野区。杀露露，杀 AD 也行，可以。我来个水银海吧。这队友应该不用我帮，我单带吧，不去跟他们打团去了。我就单带就行了，多跟他盖轮带一会儿，反正他也带不过我。给他们家上了点压力。几条龙？一条龙，还好啊。回来两个，回来两个，算了，来小龙，来小龙，速度速度，nice， 这波不跟对面打，一千二。下件装备出血手，是一个人最善等的华服。这波我们去下楼带。
让队友去打大龙，我带下。手上的任务是唯一重要的事。别开，兄弟们。哎，算了，我就来吧。再干起来了，再。那少个人，再打起架来了，算了。我怎么死？啊？我怎么死的？我就E了一下，我从塔的这个位置E了一下，我半管的血没了，我直接一半血没了。进去以后加带着盾呢，剩一半血。天哪！这 ADC 伤害是真高，我血条消失了。他们的代码中存在漏洞。去大龙。吸引你的不是武器本身，而是你使用它的方式。我好像错过了一个。几个人吧。哎。这盖伦咋这么能跑呢？你老走什么位呀？你怎么跑成这个样子呀，兄弟呀？哎呦天哪，长得我眼睛都花。跑得好快啊。没事，他吹波 Q， 盖伦死了我就拆。希望他没有大。哇，多少个传送啊！啊！要干嘛呀？俩传送追我！哎呦我天哪！这也太能追了！你要打大龙啊？这也没法上啊，兄弟呀！秩序因我而存在。冰女死了。先踢他一脚，我们走。这哪能往上冲呢，兄弟？对面又没打大龙。我去小龙，这不能往上冲，这冲啥呀？他们又不……哎，算了，不跟他们说了。那不打大龙往上冲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我卖队友。我难道我跟他妈上去送死去吗？刚才我的E为什么飞了呀？这个E技能啊，我往的左边E为什么E到右边去了呢？
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我本以为咱们直播间这些人儿没这么菜，你说兄弟，你刚才这波能说出来我卖队友，就能有这么菜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不会！刚才真以为有人说我卖队友吧？真有人以为我是在卖队友啊？我的天哪！过一下，配不了人，这局没法配人，对面不菜，我要稍微配点人分点心，我们输了就得赖我，我不能有失误，这 AD 需要杀，把中路推了，感谢 Kimi 啦啦啦的超，谢谢 Kimi 啦啦啦的超级火箭，不是我不配呀，兄弟们，我们说话会影响我的这个操作，你知道吧？会让我分心，让我分心了，我们操作不对了，我稍微有一波失误了，那么。就不好打了。那我觉得你控制住了吗？那我也不能玩的菜吧。但我觉得你主要还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比较重要。输了他们就不快乐了。输了，你喜欢你的人也是快乐的，不喜欢你的人他不快乐跟你的主人。我会回来的。好吧。没办法，我要给你打个白银啥的吧，我给你配配银还行，这是白金的。谢谢 Kimi 啦啦啦的两个大火箭，谢谢 Kimi 啦啦啦的大火箭两个，谢。我真的输赢无所谓，行。一过来 W 扭住 Q 一下 A 接拉起接平 A 一下一回来 AQ 大柱平 A 再 A 接拉起平 A 一下死了，中路等一会儿别死啊，中路拉起又吹一波 Q 了，妈呀，这谁挖抓扣了，这 ADC 挖抓扣没关系，我们上高地也只是徒劳，这波你们要不守我跟你说基地就爆炸，我看你守不守我，不用着急，两个人守不住我，两个臭皮匠顶不了我诸葛亮 AQ 平 A 接 W Q 一下，一下一走，还有闪现，这就没办法了。你再谢一下老板的火箭吧。谢谢老板的超级火箭和大火箭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一个超级火箭，谢，感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外人骂。老板们一个波波。给老板们一个波波。我倒不是说被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两个大火箭，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两个大火箭，感谢，我倒不是说被弹幕的那些人给控制，
你说就这环境，他打不好就说菜就喷，那你说谁敢不好好玩呢？像打那些打职业的似的，你说谁敢不认真玩？不要忘记你的初心，南宁汉。火箭，你来吧，我出一个，我出个大箭，我这边看不见。谢谢 Kimi 啦啦啦的四个大火箭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越来越帅。祝老板年年有余，岁岁平安，越来越漂亮，天天长一厘米。迎娶白富美，走向快跑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，给个盾！这 ADC 像个巨兽一样，这 ADC 像个怪物一样，这 ADC。等一下，冰女啊，这可惹不起，这 ADC 没个打。这 ADC 属实是有点猛。等我带线，那盖伦守不住我。哇，拉起走了，我看你守不守我，别急啊，我直接上高地了。W 巨大龙，快跑啊！快跑！哎，对面又回来了，那我们继续带。W A， 扣一下，我能吸血，你能吗？你不能。W 一手，平 A 平 A A Q A 一下一过来 A 就拉起。接 W， 他跑了，没事儿。我们把高地拆了。哇！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超级火箭。我大柱 A 扣一下点燃，死光了呀！这死光了呀！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超级大火箭。谢谢王大娘打小孩的超级大火箭。谢谢 Kimi 啦啦啦的超级大火箭，谢谢两个老板，感谢。大龙没了。嗯。现在吧。现在我们家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，就是4打4打不过。但是我1打1能打过，那盖伦一个斩了我1032。直播间也有这一天，我哭了。我也是没有想到。谢谢，破费了，感谢王大娘打小孩，还有 Kimi 啦啦啦。无论谁是这周的 VIP。都会被我们所记住，感谢支持，谢谢。别打，我们继续带。给了，不要。回家，家守不住了。我们一下一过来，大柱 ADC 扣一下 A 键拉起 ADC 死了，卡米萨米拉给我杀 ADC， 漂亮一波。剩个破盖伦呢，快一波，
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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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呀口。这波对面上头了，想直接把我们家基地推没。28秒差不多，沙米拉打盖伦能打过，没事。再打 ，A 姐拉起平 A， 再 Q 一下，不行了，打不了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 ，Nice， 不打了，小龙，拆不了了，拆不了了，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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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他平啊，给我蓝。我没有蓝了，看能不能抓他们家一个小丑啊！发条，怎么说？进草，看谁狼一波，我们可以杀啊！把线带过去，对面现在兵线很难受啊！对面现在特别难受，他们兵线非常难受啊！我们只要不被抓，快跑！看看再出件什么装备呢 ？ADC 没水银，直接团，我出秒表。直接团打得过，我来，直接团直接团直接杀 ADC， 团，快快快快快，直接团上，我们不带了，这波我们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打团啊，把对面 ADC 给杀了，这波，那 ADC 没有防御装备，我大着他，那凯隐上去直接我们全部给他掏死。叮叮，集合的真慢，而且怎么让人抓了呢？好节奏。那没办法，那咋整？那人让人抓了，我还能不上了？那是什么节奏啊？节不节奏的？那你有什么办法？你说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开眼！开眼！开眼是我爸爸，漂亮！开眼！哎呦开眼！漂亮！这波2打5，我没想到啊，兄弟们，这波2打5，我属实没想到。这也推不过去呀，大龙吧，有线儿吗？20秒，费劲呢、啊，来不及，10秒钟了，来不及，因为我们家中路爆了，如果这波没推下来，要被对面反一波，我跟你们说，如果这波没推下来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我们殊死一搏，快拆基地！不是我胆子小，这不是胆子小。现在拆塔速度多快呀、啊？这不真不是胆子小，如果我们。